个牛肉倒是挺入味的，不过差了一点火候。你知道烧菜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要有耐心，学会等待。你有没有想过要自己做点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，让那些不相信你、质疑你的人彻底闭嘴？预告太短不够看，想获得更多剧透，欢迎关注腾讯电视剧微信公众号 get 更多剧情，微博搜索腾讯看电视，还有明星签名照和剧集精美周边等着你哦。